呢個就係一個計數機，可以做加減乘除，就係用 if、else、elif 呢個程序。之後我會講 if 同埋 elif 啊嗰啲嘢嚟同大家。咁首先個先頭就係 number 一，即係個 float， 即係驚佢有小數點，所以用 float 唔用 integer。跟住個 float， 跟住 input 裏邊就叫你打個 number 啦，首先。跟住個 input 就入去，就係呢個 input function 就入咗 floating 嗰度。跟住 operation 就 input 一個 operator， 加減乘除就一個 operator 啦。跟住 float 第二個 number 啦。跟住如果呢個 operator 係呢個等兩個等號咧，就係唔係一定係等於，即係假設佢係等於加咧。如果係十一個等號咧，就係一等肯永遠等於一，即係同相同嘅呢個唔係一定相同。即假設佢係等於加咧，咁冇好啦，就 print 個 operator 係加號咧，就一同二咁加啦。如果 elif 即係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減啦，就減啦，除就除啦，乘就乘啦。再唔係打其他，唔係加乘除咧，就變做 invalid。咁我試下啦，一個 number 啦 ，A、B、C 已經 invalid。即係要 float 一條 number 或小數1.5，咁我加好啦，1.5，咁我3，小數都用到啦，2減2零 ，OK， 3加減乘啦都乘3.5。10.5 OK， 4除4等于1 OK， 呢个就系简单嘅计数机啦，用到 if 啊 elif。